记得抛弹啊！哎呦，哎呦！那个翼龙真的是很讨厌。体力不够了。在扩啊你！炮弹打到翼龙啦，白痴哦！然后直接掉下来炸你吗？对啊。翼龙真的很讨厌。那我想到那个什么。你平时在公园喂的那个鸽子，然后急忙的时候救了你一命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喽。你也有吗？续了吗？我有。还没啊？续了吗？续了，续了，续了，续了。其实我有了，我只是刚没射。哇！我瞄着他，但是没射下去，然后自然看多痛。哦，所以我们说，哦，障壁，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看懂了。那是我的，你这贱人！哦，这时候撞三下就没了耶，直接归零耶。嗯。两下就残血了，剩一点点。他是低头了。哎呦！哎、欸，你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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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看血量还有四万二。嗯，是吧？剩39,000。我看这边看的话，我多好养哦。我在抓了。嗯。怎么？你、yeah. 要回应我，有点怕、啊。臭臭，哎、欸，去人呐！我来了，这个被他打掉了，还没去人啊？去去人啊？我靠，去人吗？去人啊！哦，你们是在，刚刚没看到，没注意看到，那两个，我想到嘴巴没那个，没有发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啦，我来帮你点装。他那个炮弹被他打掉的话，哪里要炮弹下去？我现在是左右推啊，因为我这边看到已经没炮弹了。嗯，看有，就到时候找看看哪里。可以吗？哎呦，好痛！五分钟，还有一半。哎、欸，血量很那个哦，很刚刚好、哦。对，现在就龙脊枪戳一下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来看出6000。哦，对，还有龙脊枪。对，我那个干爹不打字了。耶、yeah. 欸。啊！中间那两个炮弹没了，不见了。对啊，你的想死，炮弹掉地上了啦，云月哦。那他们讲浪费哦，是吗？对啊。哦。啊！玩到了，浪费。浪费什么？啊！技术炮。我有啊。浪费。系统枪还没好、啊，还有一分钟。因为中间的也可以射了啦，啊，被阳射了。好啦，痛。然后给雨月射啦，雨月比较痛啊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那我就放炸弹。没了，我没有。我有。啊哟！雨月很忙，到处射。我在推。哎、欸，繁星。哎。他可以在炮弹前面不推出去，像这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用的？我就是按着那个啊，准备推炸弹那一颗。哦，卡住就对了。按着，压着。哦，了解了。我要。哦，好丑！我刚才注意到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可以这样推着、哦。用了吗？机动枪可以戳了，伤害多少嘞？戳死他！12000啊！12000啊！嗯，四张票，2张票哦，才2张票。我可以鉴定的龙脉石了。哦，我们现在才有。对啊，之前都是不能鉴定的。因
应该之前都有吧，没有注意吧。可是之前是不能鉴定，之前是那种其他拿来用的，在其他用途、哦、大龙麦斯那种，猛者龙麦斯，你那个是要充装备用的。柄是什么？弓跟超虫棍，弓跟对超虫棍。我、哦、OK 了，嗯。哎、欸，我那你是什么啊？勇者还是猛者？还是啊，那个我要的啊啊！哎、啊，要的都在别人那啊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真的每次都这样，真的。啊、那我应该是拿不到刀了。好在我当时就一直说不想玩弓箭跟超虫棍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拿了很多，就拿一堆了。对啊。好，那我是不是该说我不想玩双刀了？我不想玩魔物了。直接，哎、欸，那所以我还是不要换好。换什么？四张票，我缺一张票。就是、那个刚刚说可以用票换。换什么？装。看你啊。就你们说只有装饰用的那一个。看你、啊。那你要装饰用的衣服还是要拿来做装备啊？看你啊。可是刚刚那套好不好看、欸？看你们外观啊。你要哪一套？你看外观还是那套叫什么？我穿给你看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收一下小猫探险。那叫原型哦。是讲原型哦，那就是名字哦。对。嗯，对，原型。去哪呢？还不错啊。我看、啊、你在哪裡？头发是他预设的哦，他里面的。哎、欸，还不错看嘞、欸，其实。可以换啊，不然你就是每次都在搭衣服，大家就觉得丑。嗯，都觉得丑就不做了。要不要来试试看龙？啊？啥？本来没有他那，没有他就那个跳那个龙脉石的东西吧。哦，可以再帮我打一场吗？怎么换？好啊，好，就最后一场。反正多打一张票，多东西。哦，他打要票就对了。拿他的票来做他的伽马装啊 ！OK， 好，去最后一张，哎咻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伽马哎、欸，有啊，嗯，这就是要打伽马装用的啊，这样吗？不然怎么一直叫你一直赶快练武士盾，就在玩。嗯，哦，哎呦喂，嗯。然后这套装长得还蛮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装备啊，装备就不好看才会有时装嘛，你嫌什么啊？对啊，你现在都有时装了，装备就不用看外观，就是看属性了哦。好的。所以我也要做吗？不用。看你啊。我再研究一下的那。建议是先做装备啦。先做起来放啦。看一个能看不能用，一个能用不能看，选一个啊，那你选能用的啊。我两个都要。就努力说啊。没有那么好看。就去一直参加别人的活动任务啊，然后原地发呆啊。嗯、一直去蹭这样子。隔壁说对耶。对啊。对啊。那好激动了，盖个东西也可以这么激动。看看。诶，我吃完饭了吗？哦，吃完了。那接下来吗？哦哦哦，好。神医专是要打那个啊，阎王跟阎妃的任务啊。应该说，你要打阎妃的话，就会送你一套转神医装。打阎妃是？阎妃的前置任务会送你那个，不，阎妃的任务过完会给你那个转神医装。OK， 你说主线吗？还是不是主线？发喽！哦，自由任务，对，对，哦，了解了。东西啊？嗯，什么东西？应该拿什么东西啊？虾米米线？哎、欸，你穿这样好帅啊、喔！哼，我才不会开心。哦，你这样有点像那个无惨，差很多。
衣服啦。看那种布丁的，你。我先等你还没来之前先扩了、哦。哈哈哈！啊，站太近了。我在你们还来之前，我先扩了哦。我去打其他的，我去打其他的。好了好了。我现在可以飞回去吗？你有进入战斗吗？没的话就可以啊。哇，有哎、欸！我发现一件很智障的事情。怎么了？就是我忘记带药水了。你没有补啊？那你死回去啊？我没有，我现在还可以，我就暂时。哇，还是被打到了，好吧，就死回去吧。刚刚是吃了一个秘药什么？左边，蹦！然后请我们吃一顿饭喽！哦，耶！什么时候说好的事情？一直都喝讲、啊，一直都喝讲不是吗？是吗？居然没有听到这个，不知者无罪嘛，没听到。没有罪啊，请客而已啦。可以，可能要等我一个月，可以先欠着吗？我薪水比较少，可能要等到年底或是明年这边没有月的时候、啊，太久了吧？那要利息哦。哎、欸，我一个月才那些钱，快工作了啦，要需要利息啊？什么利息？哎呦！那我们去吃路边的卤肉饭。哎呦，可以的牛排哦，可以哦，路边的牛排，夜市那种是是。可以啊，我要想吃天堂里面的卤肉饭。啊，好啦，等那个啦，等啊，想吃卤肉饭。反正你上去那边危险、啊，得会危险啊。我说你上去那边，没有一定要上来啊。所以我也可以上去哦。看你啊。阿静，你在这啊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就那边上到、嗯？我要下来了。几秒呢？几秒呢？我现在是魔兵几秒。等那个啊，不知道 G O 看电影啊？啥？多久啦、啊？对啊，那要多久啊？刚暑假你要等他出了才揪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先揪好嘛。不然要吃什么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杰克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太早啊，那闲啊。潮派耶、欸！我拉倒啊！这也是什么？没有，这感觉好危险。但我为什么啊？一下蓄力喽，蓄力喽，蓄力喽，准备叫喽！阿弟准备叫喽、哦！防御，防御，防御，防御！什么防御？没事。好，我怎么样？你们是哪裡？哦，你们在那个洞里面哦。洞啊、那我去头的地方好。等下头在哪里、啊？我这里，你是哪一个点？跳黄色的，哦，你的颜色，灭迹龙会在你那边，对不对？是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射不到，什么东西射不到？那个啊，中毒死啊！好了，上主射。哎呦，跟你上。哦，那个吗？掉下来那个。死在前面。那个砸到人会怎样？会死掉？对啊，会弹走。哦，所以他对我没伤害啊。会弹走。哦。你会弹走。啊、秀。会弹走。砰。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才刚要丢就被丢掉了。哎、欸，哦，这是刚刚那个地方。你们叫我不要下去那个地方，可以下来啊。打蛮痛的，大概打两次就没事。那我不下去。本身还好。我要这边点灭。啊？五福成功，所以可以下去打，不会怎样吗？我觉得会呢。啊！我找不到可以闪的地方。我要去打，我要去打一个。来了，哎呦！我要打灭烬龙，这是我比较能做的一件事。想灭灭，来打灭烬龙！
musical。Musical，musical，musical。哎，我在干嘛？下去啊！哟，角色真是强强，跟本人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必然，他都必然爬到墙壁上，那我到底就要下去。哎，这里喷，这里喷，不不不不不不！耶！但是不会喷吗？啊？好像不会耶。晚一点好不好？等一下。那你传赖给我。如果不能跟我爸讲，是我在立龙吧。等一下，我在打恐龙。等一下，我在打龙。等一下，汽油弹机嘞。汽油弹机嘞。汽油弹机嘞。修。修嘞！哎呦呀，修修修修修。还没进我那里。哦，看到了。灭灭子。啊，怎么加？灭。灭灭子，我来了，灭灭子。灭子口，我来了。哪里？灭子口。我骑走了。哇。你要把灭子口骑走了。灭子被骑走了。他说他不要，他竟算很奋力的甩一头。有，那我知道把他杀了。这可以断尾吗？这个。小心。干嘛？断谁的尾？灭金龙啊。灭金龙可以啊。这个击退了这只可以也可以灭断吗？你断得掉的话。如果你专心打尾巴，其他伤害没有，或许断得了吧。因为我记得他打没多少血就跑掉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所以想说看什么办法断个尾，然后那个血量刚好是断尾前的血量，比如断尾要1000，然后900就跑了。那我就不打了，看你断尾。好好好好好，看你装逼、啊，你们可以帮我打尾啊。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跑了。我怕我的箭矢射到其他地方，那就是啊！哎呦，天！击退了，还是还没。对啊。哦呦，马上穿，马上有用。抱歉，我看错讯息了嘛。就看这种，我看错了嘛。背后热热的，斩裂射尾巴，哎呦哎呦哎呦啊，好惨，哎呦呦！不要侧面上嘛，哈基会。哎、欸，会痛。哈基会笑。哦，会笑。我要扩了，我要扩了。啊，你不是要切他尾巴吗？我在切啊，他一直踩我。差一点点，吓死我了。尾巴，尾巴，手悠悠的，尾巴。完了，被吸了。完了，我被车踩在脚下了。干嘛？你再过来，我扩给你看哦。扩给你看，扩给你看，扩给你看，扩给你看。完了，跳走了。我被打到哎、欸，他被炸到。被炸回去了。哇！哇！没有切断。切不断。难打的那个。妖也感受到了啊！对对，啊！我就诶，是走反了，不对，这边。嗯，知道往高的爬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爬一爬，发现不对。哪里啊？好，装备机。你也不用问哪里啊，哦 你也不可能下去啊，下去会死的那个，对吧？
我原来有看着你们在下面。我就近看着你从这边挖个石头的。呜呼呼呀！你先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。这角度可以，观看角度。咻！现在看到了吗？真的。现在看到。哦。我转。为什么你们？哦，你们是穿那个衣服，是不是？就是被打到都不会。嗯。不然被打到都满血。我转圈。哦。这边要无伤，真的会吃装备跟主力的、啊。他就织衣服就好了。咻！那这样子，然后再变切，哼，又飞起来喽，又下来喽，又被炸了，没喽，没喽。它是转向了吗？哦，要去那个了，是不是？嘿咻！饿咻！哎、欸，打掉了！哎、欸，打掉了还喷，过分哦！上来，翼龙剑。哦、老位置。下楼，下楼，下楼，楼梯在哪？跳下去好了。好，地方我拿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也有拿，我也可以拿。我可以去拿楼下的，船上也有一发。好，我爸怎么打来啦？喂，爸。哎，但你好不好？我你无赢。好，好。没好啊，没好啊。这次比较近、欸。我爸怎么打来？咚咚，这样子打到。要多久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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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久？多久？多久？好，他是一个手，是。这里，巨人，我来了！我去戳他，我用机枪戳他。